来啦。哎，其实我早就该来了。我这在家寻思，这相亲门人说你的条件挺不错的，我怕配不上你。啥配得上配不上的，合适就行呗。那说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啥问题你问。那说你有没有生过孩子呀？哎呦我去，生孩子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没有给别人生过孩子？滚！你有病啊！你干啥呢？干啥呢我呀？你应该站在我的立场上想想，知道吗？你看我都40岁了，老光棍一个，40岁还没成家呢，是不是？万一我娶个老婆回来，她不能生孩子，我下辈子我不就完了吗？我就。我能理解。但也没有你这么问的，一上来就问人生没生孩子。那咱俩要是成了的话，你还能生个孩子不？生啥孩子呀？你要是不生孩子的话，这对我太不公平了，是吧？啊，你担心这个呀？那你不用担心，我有4个孩子。哎呀妈！两个男孩，2个女孩。哎呀妈！这也太匀称了。挺好的，那挺好啊。但是这对我也还是不公平。咋不公平啊？这4个孩子是不是都得管你叫爸爸？哎呀，对不对？也是啊。确实挺好的。哎，那我自我再介绍一下吧。我家有房，3间大瓦房，3间呢。还有那啥，30亩地呢。哎呦我的妈！外加30间猪圈，30间猪圈。光老母猪有300多头呢。哎呦我去！我为啥这找不着对象，娶不着老婆呀？都让猪给耽误了，都让猪给耽误了。那挺好，是吧？哎，那啥，你看，咱俩聊的也挺好的，咱俩去看个电影呗。哎呀，看电影啊？你看我这电影票都提前买好了都。啥电影啊？那个叫啥？泰坦尼克号。挺好。啥呀？那好啊，你听个电影。哎呀，这谁呀？这心咋这么大呢？车窗也不关，就这样停在路边儿。哎呀，手刹也没拉呀。门也没关，行，我做个好人好事。哎呀，车窗。哎呀，钥匙。滚！行，走了。哎，不对呀，刚才能推动，怎么推不动了？这师傅，干啥呢？啊，我这车坏了，我往前推一推。哎，啊，修车呢？啊，怎么推不动了这？那啥，刚刚吧，师傅，那啥就刚刚吧，我看这车停在马路边上。车窗没关，手刹也没拉，然后吧，我就给你把车窗还有手刹都关上了，然后门也给你锁上了。啥玩意儿？你给我把车钥匙给我锁里面了？耽误多大事儿？你这咋整？你说？那我也没看见你车后面有人啊。行了，不说了，走了，你没啥事儿。不是，你等等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摊上事儿知道吧？啊，你耽误我多少事儿？你把钥匙给我锁里面了？那不是呀，那我刚
才从这边走的时候也没看着你在后边啊，我这做好事啊，我我刚刚找东西修车去了，什么人啊，我不管，你要负责。懒得理你。不是，你等等，干啥？哎呦我去，扯平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干什么你？别开！哎呦，呦，干啥呢你？我这好心办坏事啊！是什么人呢这是？气死我了！我说呢，气得我连车都找不到。哎呀，今天的天气真不错呀！哎呀，这个妲己长得也太丑了吧，还不如找我演呢，我演呢都比她好。今天天气真不错呀。哎呀妈，不是你干，你干啥呢？你眼睛长后面后脑门上去了，没看到人啊？你眼睛才长脑门上呢，我看你啊还长脚后跟上了呢。哎呦我去，你是不是瞎啊？你没瞅着人啊？我瞅啥？我这看风景啊，我能瞅啥呀？看风景？嗯，那我这拿个手机在这玩手机，你俩瞅瞅，你咋不瞅着我的？我瞅你，你看你这脸长得跟狗粑粑似的，我去瞅你啊？长得跟鸡粑粑似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说你看个手机，你不在家看，你在外边看啥看啥呀？我在外边看心情好啊。我就乐意在外边看啊，咋的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让我在外面看你看手机，我就撞你，我撞死你，我撞飞你！哎呦我去！撞我，你不得说对不起啊你？哎呀，哈哈，对不起！我跟你说，你要再看手机，我就撞死你！我对我啊？撞我后嚣张吗你啊？哎呀妈呀！你也不打就打，你这周边谁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管你是谁的，行，你嘚瑟啊，你等着，我摇人，我让你看马王爷有几只眼啊，你等着，摇人啊，你等着，摇。喂，二大爷，我在宗里那，我让人给欺负了。对对对，哎，不用一两万，你给我派4000人就行了。那。我在这等着你啊。好嘞。行了，你废了，你废了啊，你等着吧，你废了。哎呀，就对付我你还用得上4000-5000人呢？你咋的呀？行，等着啊，给我三大爷打电话。你别整那没用的，你废了，我告诉你废了，还三大爷三大炮呢。等着啊，等着。喂，三大爷，我被人给欺负了。在哪儿啊？在那个中五里村呢。啊，哎呀，不用弄老些人，5-6万就行。哎呦我的妈！行，我给他按住了，你过来就削了啊！啊，行，削你，听见没？咋的？对付我还用5-6万呢？对啊，就削你啊！削你，削你的，你连爹妈都不认识你，削到你爬都爬不到家，怎么的？就削你，削你咋地？哎呀妈！行，你嘚瑟啊！我让你嘚瑟，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给我哥打电话啊！等着，我等着。你完了，你今天还哥给你哥的？喂，刘哥呀！你那也不好使，你那慢慢怎么样啊？哎，挺好啊。哎，对，刘哥是这么个事儿啊，我这宗屋里啊有人给我嘚瑟呢，这。对，你那精神病院现在有多少人啊？哎呦我去，10多万呢！哎呀，妥了，咱不用10来万人啊，给我整个8万人就行了。哎，对，等，还有啊，别空手来啊，就把那个什么铁锨啦、扫把啥的、棍子。你多拿着，都拿来啊！哎呀，我在洞里等着你啊！好了，我让你嘚瑟嘚瑟啊！咋的？你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呀？你别管我是不是精神病院出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找精神病吗？不管你找谁，你爱找谁找谁。等着啊！
等我等着。喂，三舅老爷啊，啊我，哎，对了，就你们家那个打农药用的那个飞机，还有多少现在？滚！啊，500台啊，那行。你都给我整上，装点啊，炸药啊，炮弹啥的。我，哎呀，我被人欺负了呀！啊，在那个中午里，就你来肯定能瞅着我，是不是？就我跟前，就长了一个黑出溜的一个大长脸，就瞄准那个点儿，使劲给我炸，笑他，对，就轰他。哎，行，行行行，你快点的啊！削你，老妹儿啊！你是真行啊，我这出道这么多年了，从来没遇到过你这样的，吹牛都吹得这么清新脱俗呀。哎呀，行，跟我有一拼，够用。你呢吹牛也挺狠，我呢吹牛吹得也挺凶猛的。哎呀，咱们吧就是在这见面也是一种缘分，是吧？咋的呀，还打出感情来了。那这样，老妹儿，哥呢今天请你吃顿饭，咋样？行，我请你喝酒啊。你请我喝酒啊？啊，行，走着。哎呀妈呀，你干啥呢你啊？那轻点好啊，这，吓死我了。